家伙都想让他留下来，不会让他再给咱饭店惹麻烦了。小二嘴，真的。我是喜欢毛哥，但是人家不可以喜欢我，那个我们是不得有结果。我出去，慢慢也不得养我了，我啷个挣钱嘞？我出去挣钱嘛，我不挣钱，我弟弟啷个？我弟弟要读大学，一年学费10000多哟。现在是我跟我弟弟读书，去在山东只能上个3本吧。我弟弟他都是上海的，不想给家里添负担。咱工没停，我给整了，整些钱给他们寄回去。我要供我娃娃上大学，我确实需要这份工作养家里。那我又是不用拖地了，来新人了的嘛。对对对，杨经理说的对，人家大学生是来参加实践的，那就是来玩的嘛。那就你的事儿，去吧，来快点擦着去。你是大学生的嘛，你能跟他们要啥牌嘞？打会牌怎么了？走。你看，你可以不迟到的嘛。安姐。阿霞，安姐平时对你最好了，你别乱讲啊。我晓得。阿霞。